香港有名嘅山超过300，山间河溪贯穿其中，不计其数。溪涧源于高山，高山嘅地势落差甚大。雨季风水嘅时候，瀑布嘅气势特别磅礴，水流湍急，但亦有平缓间断，同埋水潭。水沿间道往低地下流，间道两旁环境开始改变，遇上水库、人工河道、池塘，最后流入大海。水主宰河溪的生态环境，河溪为陆上生物提供了水源和食物，而水下又有另一番未为人所知的光景。瀑布是河溪上游的象征，溪水从林中悬崖飞流而下，水流将溪涧冲得一干二净。然而水就好似一道永不止息向下行的扶手电梯，只会往低流。栖息在河溪上游的鱼类就要尽一切办法适应湍急的水流，免被冲走。当中的佼佼者，飞耳平鸠和麦氏耳腹吸鸠莫属，它们体色相似，同样有褐黄斑驳的身躯。耳平鸠的胸鳍和腹鳍相距较远，麦氏耳腹吸鸠则相距甚近，状齿相连，腹部还有一个吸附器。他们都有扁平的腹部、流线型的身体，紧紧地依附在石面上面刮食藻类。秋鱼能够依附在溪床石面活动，这样生活在水体中上层的二立又怎算好呢？二立修长的身体亦都呈流线型，两侧扁平，体侧中央有明显黑色条纹，善于游泳，在溪流中自由畅泳，有时就喜欢和水流对抗，因为水流会带来食物，又有时喜欢留在水潭之中，静待天上跌下来的食物。日间二立占据了水潭，他们在夜间将会变得不活跃，到时就是夜行生物的世界。漆黑之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平头岭秋偏偏在这个时候出没，他们能够进驻上游近水源的小水潭，搜索食物的时候视觉已经变得不重要。全靠着近鱼嘴的三对触须来到去感知环境。
上游流域环境变化多端，深水潭是鱼类的天下。但有云龙游浅水遭虾欺，溪涧的浅流区的确是虾类的世界，这里越夜越精彩。天黑后，广东米虾开始出动。他们身体颜色多变，大部分个体呈透明而有斑点，小部分或蓝或黑，大小有如一至两粒米咁。米虾经常成群出没，表面上他们只是在这里到处走动，百无聊赖，其实他们的手手脚脚不停地探索身边的沉淀物，靠住两对末端有光毛的钳，好像一个刷咁夹起石面上面的沙粒、枯叶上面的物质，通通放到口中，不断寻找可以食的细碎有机物质和藻类。多劳便多得，毫不起眼的食物就在身边，细小的钳亦可以切割食物，好有效率咁就食完一餐。水不在深，有米虾就有完整的河溪生态。米虾就好像河溪中的无名英雄，他们不断进食细碎的有机物，有效利用溪流中的废物，将能量重新带回去食物链之中。一只米虾的效用未必够大，如果上数十只、上百只呢？香港可见米虾约有八种。彩虹钻石虾是香港特有的物种，颜色大致黑白相间，有橙色的尾巴，好像一隻又一隻在水中的小蜜蜂。它们精致的外观却惹来人类的贪婪，捕捉它们育成观赏商品水晶虾，令到野外种群备受灭绝的威胁。上游地区多数位于郊野公园之中，生态环境受法例保护，平缓间断带来源源不绝的溪水，滋养了附近的土壤，当然有利植物生长。香港凤仙生长在常年潮湿的上游河溪边缘，贵为香港稀有及珍贵植物，它的花清雅淡黄，花瓣有深红色斑点，群生盘踞溪涧的一角。香港凤仙暂时只是生长在香港，更只偏好山林的上游间段，属于濒危物种，与溪涧共存亡。无论如何，溪水都仲系会往山下流。山势变得更平缓，水流就更加缓慢。有一种鱼嘅卵刚刚孵化。
中游流域的溪水表面经常会有一些白泡，可能是因为水流缓慢令泡沫积聚，亦都有机会是斑腿番薯蛙产卵的时候留下的，亦都有可能是一种以香港为名的淡水鱼的气泡巢。香港斗鱼是唯一以香港命名的淡水鱼，早前一直被误认为黑鳍美斗鱼，直到2002年才被确立为全球新物种。石缝之间，气泡底下，我们进入了香港斗鱼的气泡巢区域。斗鱼是少数有护幼习性的鱼类，雌鱼产卵之后就会离开，养育下一代的工作全由已变得深色的雄鱼负责。它可以说是一位模范父亲，面对着外来入侵者，它都仔细打量，哪怕只是一块浮木，护幼造巢时就柔情似水。气泡巢不时需要修补，刚刚孵化的幼鱼没有游动能力，父亲就将它们带到安全的位置。由于初生的幼鱼未有游动的能力，气泡就成为避风港。幼鱼不用一两日就可以在泡下游动和觅食。两三个月后，幼鱼逐渐长成，已经离开父亲独立生活，有赖平缓的水流、枯叶和落花都没有被冲走，幼鱼找到新的避风港，继续成长下去。水越往低地流动，越会开始见到人类活动的痕迹。人类早年依靠下游流域的水源从事初级生产，靠山食山，靠水食水，人同河流和谐共存。但随着人口大幅增长和农业式微，人和河流的关系变得疏离，河流需要整治以防洪灾，将本来的河道拉直扩阔，用混凝土建设岸堤和河床。生态环境改变令到很多栖息在低地河溪的原生物种消失，
包括藏在远泥之中的淡水河旁、二梅杯。同河旁共生的高体庞皮亦都不能够幸免。取而代之的却是适应力强环的外来物种非洲鸡。物种不再多样，生态系统濒临崩溃。无论如何，水依然会往大海进发，河溪将会同海洋汇合，亦都意味住湖游生物能够迁栖于河溪同海洋之间。黑子之牙蝦虎魚正是有回游的習性。成年的黑子之牙蝦虎魚会栖息水流湍急的溪涧，腹鳍已经演化成为吸盘，令它可以伏在溪床的石面上。湍急的水流提高了水中含氧量，但是水中食物不多，就只有藻类植物依附在石面上，于是它的嘴亦都是专门为收割藻类而设计。透过上颚伸缩收合，牙齿就能够采收藻类。稍微低调的雌鱼会在红鱼所挖掘的小石洞中产卵，孵化之后的幼鱼会顺着水流漂流入海。经过数月在海洋漂流的日子，或者已经漂到去远方，本能驱使它游到溪口再逆流而上。它顶得住急流，避得过掠食者，河溪却出现了不能够逾越的障碍。水坝、水闸切断了河溪，切断了黑子之牙蝦虎魚翻回去河溪的路径，回游生物从此消失。防洪水利其实并不一定同生态对立，活化旧有的人工河道可以复育自然生态。河床由原有的石块和卵石重铺，取代混凝土河床。河道两旁铺设石龙，取代混凝土河堤。河床斜度较大的位置设置鱼梯，取代水坝，保持河溪上下游流域连贯畅通。鱼梯而家已经成为了本地秋鱼的乐园。完整的生态系统当然还会有其他物种。长鳍马口鱼和北江光唇鱼亦都进驻了这段河道。
我哋已经不知不觉咁走遍咗河溪唔同嘅流域。河溪中嘅生物经过多年演化，发展出唔同嘅习性同埋结构去适应环境。纵使人类嘅出现令到河溪嘅面貌严重改变，原有嘅低地河溪被渠道化，我哋未来依然有办法去活化河道，让水能够川流不息，保持河溪生态的生命力，更加要反思人同河溪应有的关系。